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这些虾是昨天从那个水库上面弄回来的，大概有一斤左右。今天把它弄了，现在已经中午了。割点韭菜回去。洗一点配料，配料有生姜、大蒜头，还有一些韭菜。这个大蒜拍一下，这个皮就好剥一点。这个虾在我们这边卖几十块钱一斤，我家也是难得吃一次，很少去买，太贵了。这也是去水库上面弄一点虾，改善一下伙食啊。加点油。再放虾了，虾了。把这个虾放一点，然后再加一点油，然后翻炒一下那个韭菜。等这油热了之后，再把韭菜放进去。再把韭菜放进去，再加点盐，再放点料酒进去，煸一下。现在已经熟了，挺香的。尝一下味道，这味道挺好的。我家的小狗一直在看着我吃，头给它，来，它已经怀了身孕了。我家的小狗，今天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